香山，今儿都年三十了，我红包呢？嗯，红包，大小姐，咱都多大了？红包，快点儿。这样吧，明年这时候，我送你个礼物呗。那你说好喽？说好了。不准反悔啊！我什么时候反过悔呀？这还差不多。哎，咱玩个游戏吧。玩什么？咱面对面看谁先笑啊。拉倒吧。哎呀，就玩一下嘛。忙着呢。玩一下嘛。玩。求你了，求你了。玩玩玩玩。哎呀哎呀哎呀。玩玩玩玩玩。求你了。玩玩玩玩。我一直觉得，感情要是可以随时表演给人看，那必然是肉麻且虚情假意的。当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但我其实深以为然。你有事就打120，但不要随便打着我。你听到没有啊？他家总就这两个小钱包。他是他，我是我。练了一礼拜就练成这样，你不知道你练没练啊？我当然练了，老师。您知道我最近手感不太好，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练琴啊，你不能死脑筋去练，你得像学习啊，你要用心去感受啊。有您说的那么玄乎？哎，我看你也练不明白了。这样吧，我这还有一个曲子。叫《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非常有名的国乐名曲啊。你回去啊，好好换换脑子，练练，体会体会。国乐？怎么了？我哪儿我一神练的不都是流行和爵士吗？这国乐那么难听，练它。这我算听明白了。你学会一平的不满，半平的晃的是不是？你这一曲都练明白，你就挑三拣四？不是，主要。就练国乐也没有用啊！行，出力啊！我明白了，手伸出来，手伸出来。范老师，别废话，手伸出来。我告诉你啊，音乐它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考试的。哟，又被骂了吧你？行了行了，手还疼呢。你知道国乐只有五个音啊？国乐只有五个音？嗯，嘿，你七个音符都凑不全，算不上难听。国乐，它虽然只有五个音，可是它都奏了3000多年了。你说你这西洋乐才奏多少年啊？西洋乐，就这么告诉你吧，香山，有些东西它是刻在你骨子里头的，擦不掉、抹不去的。那你看，比如这五个音呢，升、降、直。对，就这五个音，还挨个起个名呢。怎么，哆来咪嗦拉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成啊？嘿，香山，从那以后，他突然就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他匆匆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又毫无征兆地匆匆离去。真
以至于我甚至对他以前是否存在开始感到困惑。他的出现总有一丝我说不清楚的意味，以至于令我怀疑他是否是某种极其美好的事物在我自己脑海中的象征。哎，啊，对，您哪位？哪一点啊？怎么了 ？Foreigner， 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还非得要 Foreigner？Jazz Club， 所以呢？嘿，这音乐我知道分东方西方，你们这等于把人也分三六九等呗？那你们什么意思？得了得了，我听懂了，就这样。老师要求的国乐，我怎么练习好像也无法有所成就，就连第一个小节也总是琢磨不清。第一次遇到音乐上的瓶颈令我万分烦躁，以至于那段时间的我很混乱，就好像这座城市一样，完全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我开始像孤魂野鬼一般穿梭在街头。自那刻起，我爱上了榫卯构成的斗拱，爱上了琉璃瓦搭成的屋顶，也爱上了汉白玉栏杆。当胡同的尽头是528米的摩天大楼和土耳其餐厅时，我开始思考，这三者是怎么能够共存的。咱玩个游戏吧。好啊，玩什么？咱面对面看谁先笑啊。行，来吧。什么呀，你怎么把眼睛闭上了？这不耍赖吗？你又没规定不让闭。行了行了，睁眼吧，都赢了，赖皮筋。那我睁眼了啊。
性别上的这种。